做人的温度是指做人做事会让人感到温暖，感到暖心，感到容易相处。所以活着就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人。一个有温度的人不但会让别人感到快乐，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许多快乐。而活着做一个有温度的人，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对自己的生命价值的一种非常有意义的肯定。同时做人有温度还有以下五大好处。第一个好处，做人有温度，家人靠得住。